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在乡下啊，刚刚坐到一个老人家，他说家里面没有古董，这里的房子，我去看一下啊，看家里面有没有东西。做老古董老板的嘞，老板，老板，啊你好，婶子，在家里面。做老古董东西嘞。啊啊。啊，是啊。啊有有有有。有啊。今天嘞，今天嘞，今天嘞，今天嘞。我看一下。今天的吧。今天的。哎呀哦。哦。这里有东西啊。哎，这里东西。哦哟。十件。啊，我给我看一下啊。嗯。啊，我到这里来看去。宝贝姐姐。哦。这个是这两个衬托啊。嗯，两个衬托。啊，好的姐，你也好的姐。行，我先看一下这个衬头啊。康熙，康熙年制。这不是衬头，这个不是衬头的，这是一个印。设计了。是个印章，它也可以做衬头。然后它那个时候是用的是那个侍卫秤，然后上面是个衬头，下面就是一个他这个人的章子，印章是瓷的啊。啊对，还好多爷爷是真的嘞。好，我看一下。是真的嘞，是真的嘞。这个是他的雕刻，这个是这个字的，我都不认识啊，是楷书还是什么象形文字？看一下这一个，这是光绪年制的，也是一样的啊。这边可以做一个衬头，青花瓷的，这边就是一个印章，也是瓷印章。我这没带印仪了啊，你家里面有没有印仪啊，嫂子？没有，有没有的。有印仪的话，我印一下意思，看一下它，下面是什么字呢？是这样的。嗯，就年代了，就年代啊。哦，是印的意思，我又没带，没说是没带印仪。如果有印仪的话，我印一下的，就下面的字就看得出来是什么字。是这样，这个康熙的小一点啊。这个光绪的大一点是吧？嗯，这条多少钱了？这好多钱，就400块钱一个。400块呀？啊。600啊？嗯，600块钱了。那就600块钱喽，加200块钱一个喽。800块钱了。那不行嘞，600块钱就一千二了嘞，这里。800啦。不是1200块钱嘞，这两个我给你出了1200嘞。九九啊？哎，对，没有说。哦，九九的哦。卖可以卖了吧？九。嗯，可以了吧？我给你是600块钱一个嘞，不是1400了。你出不了，600块钱一个啊，1200啊，好吧？好，看一下这个烟，这是什么时候的？今年啊？嗯。去年8月1吧，我也去。万把年的烟枪没有了，这上面是镀金的，这里是蝙蝠福临天下，这里还有一条烟啊。是银子大哥的。银子大哥。有。银子大哥。是银子大哥嘞。是银子大哥。嗯。知道你不晓得的，就不来的。就不带人说。嗯，这老哥说的。嗯。那个。那个老哥说欠你个。嗯，正直。珠宝，这里还有一个绣米符啊，这边是花钱3回，这里也是的，是一个虚啊，这个它是有鸟用的，像这种也是属于辟邪的一种，然后还可以用来掏耳朵，看到没有，这里是个耳挖子啊，掏耳朵。这是可以缺针的，都是银的啊。这边也是一个3口，这根烟还是不错的，我吹一下能不能？好，可以抽，通风的啊。这个装饰还可以。这个烟钱要多少钱？哎呀，花费高点，好多钱，记得我说，好多了，你这条多少了？我卖。1500。1500。嗯。他这牛羊也给我们4-5千块钱了。这个烟就是一个烟钱而已了，4-5千块钱值不着的。这个。加500块钱够的啦。加500就2000块钱是吧？啊。
年轻的，你讲你讲一些，就在这个头啦，你讲些等于这个头啦。啊，银子给你加些啊。啊。那这样刚刚说的加500，你要交些。哎哎，你要给2500就了。2500啊，2000嘞。2000块钱，2000块钱加这里1200块钱，3200块钱嘞。2500去了。2500，你3200，3700了那就。2500，在这里1200，3700块钱是吧？对吗？对不对，嫂子？好了。反正你放在家里面没什么用了啦，是吧？你看你们现在也不抽这个烟了。好了。啊。这个放在这里也没什么用，还卖2500块钱。好了。啊，这个尘土也没什么用，你就是下面铺了一些字而已。好了。也就卖了1200，3700块钱啊。好，谢谢。